南瓜季节终于来临，星巴克 Starbucks 顺势推出应景的饮品外带买一送一的优惠。9月7日即日起到9月28日每个星期四中午12点以后，凡订购季节性饮料的顾客免费拿第二杯。要获得免费饮料，您需要下载星巴克应用程序 App 并创建一个账号，然后您将可选择 BOGO 优惠并放在订单选项。以下饮品均符合优惠条件，不论是热饮还是冰饮。南瓜香料拿铁 Pumpkin Spice Latte， 南瓜奶油冷泡饮 Pumpkin Cream Cold Brew， 冰南瓜奶油茶拿铁 Ice Pumpkin Cream Chai Tea Latte， 奶茶拿铁 Chai Tea Latte， 苹果脆皮燕麦摇晃浓咖啡 Apple Crisp Milkshake and Espresso， 焦糖苹果香料饮 Caramel Apple Spice， 苹果脆皮燕麦玛奇朵 Apple Crisp Milk Macchiato。 只要您购买了其中一杯，就可选择任何口味第二杯。优惠每周只能使用一次，不能用于价格超过10美元的饮料。星巴克标志性的南瓜香料拿铁今年庆祝20周年，这是连锁店第一个季节性热卖品薄荷摩卡的延续。星巴克前咖啡饮品团队负责人 Peter Dukes 在一次访谈中表示，我们从一个庞大的脑力激荡清单开始，所有人把想法填满整面墙。我们开始逐一筛选，最终剩下约20种不同秋季口味，包括巧克力和焦糖，这是最受欢迎的咖啡搭配风味，还有柳橙、肉桂、南瓜。更多有关美国的讯息，欢迎你关注加州乐志，我们会随时线上各种有趣新鲜的话题，帮助你更深入认识这个国家。喜欢的话请记得按赞关注小铃铛，谢谢，我们下次见。